班的成员们。接下来欢迎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三班班长张兰心，班级成员陈雨儿、戴思、侯明浩、蒋依依、林允、刘浩存、苏晓彤，谢人民辛苦的劳作，努力的去体验生活，体验来自不同人的喜怒哀乐。相信这次活动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素材，开启了更多的可能。没错，其实我们说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扎根人民，扎根石沉大海的青年演员们，我们也在这里为你们送上最美好的祝愿与期待。欢迎我们星辰大海的每一位演员，其实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力量。其实每一位演员他们都会有新的作品在每年为大家呈现，但我们三班的优秀的学员，我们这些电影的新生力量们来共同迎接我们红毯上的最后一组嘉宾。首先我们要欢迎的就是我们主席团的成员代表，他们也是为期几天为我们的电影节付出努力的各位老师们。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往左慢一点点，往左，对，好， OK， 没问题。来，大家看我这边哈，好，保持最好的状态哈，来微笑，来三二一走，好，再来，再来，等会儿跟黄立冠，黄立冠别闪，好，来大家看我，再来哈，来，来微笑一点，来三二一来。好，特别棒哈，来保持状态，大家不要眨眼睛，来，好，再来一二三，特别啊，没问题哈，好，我们再拍两组哈，来保持笑容，来这边，来一二三，好，再来，啊，对，好的，好状态哈，好，我们站稳哈，站稳，不要晃，好吧，啊，因为我们在梯子上本来就晃，好吧，来，再来看前面，来三二一，好，再来，跟着灯的节奏走啊，来，我们再保两张就好了，大家再坚持一下，保持笑容，来三二一，好，再来，好的，